我也不行，我打开问到他就在录语音，然后尖叫，然后我说。那女朋友是第几个传的？他在我。哦、我们在吃火锅，对，他在我旁边，对。是哪一顿啊？晚餐啊。哦。对。不是早的。对啊。因为那时候比较人比较少。你们要听那么细节。他应该也是很开心，但他没有太明显的表情。对。他就是很棒的，对，然后很荣幸可以加入这个颜值组，可以哇蹭他们一下这样。我也不行，对我自己也吓一跳。对，那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私底下蛮好的。然后，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他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，我以为他出事了。然后我打开问到他就在录语音，然后尖叫，然后我说：“那女朋友是第几个传的？”他在我。有。我们在吃火锅，对，他在我旁边，对。是哪一顿啊？晚餐啊。哦。对。因为那时候比较人比较少，你们要听那么细节。他应该也是很开心，但他没有太明显的表情。对，是我是不吃葱了，那算自己。不挑食，我不挑。